恐惧磨快了每一把刀刃。全军出击！猴哥，你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只需要25万。什么完成了？你确定吗？我们是轮回了吗？已经。真是浪费。我 A 一下，先好好对线了啊。形式的纯粹。我是已经完成了吗？自满会孕育死亡。不是吧，确定是道具吗？那只能这背包的礼物啊。哎一下，我有盾，你有吗？来了蒙多，一会儿再说，我先对对线，兄弟们，你算了吧，没关系。哎，为啥他玩落手的时候我不知道呢？我要知道玩落手，我整个寒冰，我折磨他。这个 W 空的其实挺致命啊，这个耗血没耗到。稀烂呢。来学个抠。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抠一下打吧溜。拉起一下，一回来平 A 走，没有意义，不急拼啊，他要外圈刮我了，不让他刮，这边要杀他了，死了，点燃 AQ 再抽一下，一下一走，吃饼干打把溜减速亮牌，抓我。皮城的问题来说，我就是解决的方案。一个没有位移的小东西，你抓我？好工具总会属于钱包最后的人。我现在特别喜欢玩寒冰，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老骚骚了，发现问题然后一举扫除，先打吧溜，一下一上来 AQ 平 A 别拉起走了，不要跟他硬怼啊，就是技能放完就跑，
先打个塔皮拉我打换溜 A 接 Q 一下一走行外圈刮你看看你的斧子狠还是我的腿狠抽一下一下回来拉起大度接点盐麻烦哎呀 A 他好了妈真是有点二了这波 W 就放歪了这啥呀我平 A 他一下应该他死了我小 A 他一下他应该是死了假扮无辜真是浪费时间他居然没在这里回城一般人如果刚才那个位置啊那个位置的走向应该就在这里回城了窍门就是脑子机灵小小麻利没关系小小问题我就是所谓的无理资产为什么没给我鞋呢我的动机与你无关但我估计刚才如果我把他杀了我们也是换外圈打换溜专家的标志不是积蓄那一招顶多算是中等水平玩青钢影真累每一波都得博弈因为永远不会动方手的女士他就跟个傻子一样啊啥也不用想为什么刚才那个外圈扣没躲掉啊真是浪费不应该呀、啊、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吗没有意义了聚聚哎呀差点钱呐差点 money 差60块钱怎么办、啊、进化大够了猴哥你就比他强一点点他脑溢血我比他强不是一点点兄弟你可以看见啊我耗他血跟他耗我血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线的逃命也只是徒劳太容易看穿他啥也不用想你知道吧他就右键 A 就完了他有技能他就放手上的任务是唯一重要的事我们跟他打还得想着点哎这一波耗血有盾下一波耗血有 E
W 先 Q 一下，再 W， 不灭再 A 一下。我天哪！我就是一个哈佛的，他就是个幼儿园，明白不？你的环保吗？太自私了。不行啊，这不行。这梦魇挺有意思的。拉起来，别拉起来，这哪来个轮子吗？我砍死他，漂亮。哎，现在打这么多轮子妈中单呢？咋的？轮子妈起立了？轮子妈这么多，挺多呀，轮子妈。没见着有轮子吗？我也来吧。没有轮子吗？女神之泪轮子吗？为了皮尔诺沃夫的进化，我用灵魂做了交易。耐心本是一种品德，而是唯一的品德。青钢影跟着落手打，必须得有意。这人怎么还开始猥琐起来了？啥也不用想，看着吗？我们还得想着，哎，这波怎么打？这波怎么打？他啥风险啊？他搁塔下一站，你过来薅我血，我 WQE，WQE， 挨个放，放完以后血都有了，哎，闪现。不太爱玩青钢影，算了，以后不玩的青钢影了。杀人太慢了，前期太弱，耗血太费劲，不乐意耗。我就乐意玩那种，就是上去就怼，直接把他怼死。他怎么怼也怼不过我，咱也不会跟他耗技能。金钱总是万能的。我现在武器大师他已经死了八把了，就他能死一倍。基本上带征服者的都可以，杀人都快。我们十二级，他九级，等等。上来啥也不干，直接拉。你拉啥呢？我技能都没放，你在拉些什么东西？还行吧。
我把那塔拆了。哎，其实不合适，你知道吗？让我先拆，摁一下，点一下，我直接拉走。那蒙多帮我 A 一下也好啊。先来个九头蛇，那没拆下来就相当于白拆。这边 AD 挺肥的，哦，没关系。青钢影嘛，随便打。先上去把这落手杀了，跳弹。你在还手吗？太自私了。像我第二个 E 啊，我放出去那一瞬间，他应该表现的是什么？他应该直接把我 E 拉断，这个样子。然后他放 Q。外圈刮必中，啊，要么他就刮，要么他就刮 Q 的时候我们大他，他没必中，这属于正常现象。先不去了，拉克斯容易搁旁边，我杀轮着妈了。大舵拉起，哎，我想的是我先把他那个盾给破了，科鲁技能不破盾呢。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杀，这都杀不了。我来抓。先吃口屎啊。对面 AD 死了是吧？行，最后一粒给你了，啊，我不会被误导。这波不要卖蒙多啊，把这个打掉，然后我们先走。这边人有点多，四个人，这波四打三，我们如果上有洛克萨斯之手，我们就得死，所以这波不上，否则别人就会当你一钱不值。窍门就是脑子机灵，手脚麻利，友善是如此乏味。识时务者为俊杰。先来个谢事儿。谢谢蒙多的红。这个蒙多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什么都想要，但是他却什么都不要，这种感觉却很奇妙。这轮子妈怎么回事？我发现我是不是得踹你了，轮子妈？
一下一过来点烟大度拉起，哎，那拉起没拉出来吗？那个拉起没拉出来，是光抠的，可惜了。给我下当了，下当了，控的有点多，那又拉又控的，动都动不了，只能站着挨揍。我没关系。为什么投降？谁投的？寒冰吗？来一八八六，哇！打龙来！只有懦夫才会逃跑。这得打龙，艾克搁下路呢，我们必须打龙。而且艾特把这边 AD 杀了，这点很重要啊。打不能减速，大度扣一下，拉克斯先杀，这玩意儿带控，剩个轮子嘛，这就一脚踹死就完事儿，省着那拉克斯老控人。四秒钟 AD 死，四三二一。我发现还是杀的梦魇，来减速，你先给我扛来。投降了。